好啦，乡亲啊，回头过来讲，这个北江溪中大水，溪水溢出来，嘛甲台南的咸水区酸断甲真吃力。这个大路是变作一条的黄色的溪路，汽机车拢来泡土水，甚至是淹水淹甲大人的腰身遐尼啊悬。乡亲要出门拢爱撩水，在地人讲，根本就是比北部洪灾还佫较严重。整条路都像像河水同款，真错流。其实未熟悉的溪水像耳朵白同款，行人家通过，那无只就像安尼。从那边骑过来是不是？哎，啊车子掉车，应该吧。搁较无奈，嘛敢来当落车用看呢，因为车辆过路。台南咸水区雕勤路和信义路这边出现严重的灾情，加速摊和冰箱拢铺伫水面上。看下面啊。半暝啊嘛，从透早五六点，对，四五点就都顾无拄着安尼啊。卖啦，卖过来讲啊。透早佫开始做大水，啊那北门路这边，面梯头前拢是落水，二道白浸水，水淹过半台汽车。月光目标头前，水淹到腰间的管，变成冒险，撩水出门。后厝路嘛拢是落个麦啊水，文武街同款灾情严重，拢看无路。辛苦了，看看右边，新营就一堆车这样子撞了。德京有用路人经过，车会过路，紧急救红色线禁止通行。之前有淹过像这么大吗？之前的包包水灾啊，淹水啊那个吗？不掉啦，之前都差不多到脚了。哎，这是溃堤关系啊，溃堤啊，搁涨潮，搁涨潮，那都这水。加单体啊！虽然开辟洪台已经到岛外离开，也毋过因为北江溪中大水，水拢溢出来未好消退，咸水区才会做大水。看到这个状况，在地居民马上感叹，讲这比北部洪灾还佫较严重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